玩一下，哎，美女，来来来来，干嘛？我想问一下那个冬瓜村怎么走啊？冬瓜村呐、啊？嗯，冬瓜村，我知道在前面那一点点，干嘛？我不懂怎么走啊。那个冬瓜村在那边直走直走，你这么老，你去哪里啊？我去走亲戚，我十几年没来了。那你叫你儿子带你去啊，就这里往直走，要拐一个。 山头就到了，那谢谢你啊，也不要我送你，不用了，不是很远，我自己走吧，谢谢啊。小心点啊！好的。哎呀，这么老了还出来，冬瓜村，这走起码有1里多路。哎呀，管了。啊，我小孩呢？哎，我小孩呢？哎呀，我小孩呢？ 哎呀，我在那边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在那边，哎呀，哎呀，这孩子，我怎么那么久啊，挡着我发财的，这来了，哎呀，李阿伯啊，哎，你快一点呐，来来来来来，你走得够快，不是跟你长期合作，你这么慢，等一下我一分钱都不给你，我告诉你，拿这2000块钱，拿着回去。 给那么少啊！还小啊，还算了算了，一点呐、啊。那么老也不容易，我告诉你，嗯、下次活着你更精灵一点啊。好的，下次你还找我啊。肯定找你的啦，有活我就call你啊，没活的时候你就不要提起我，知道吧？那我先回去。回去吧，回去吧，我要吃货了。哎呀，到了这个加热站了，加热，兄弟，我啊。 这么快把我忘了？哎呀，阿金啊，上周我是喝酒的时候跟你说的，这个是办妥了。办妥了，我那个远房的亲戚呀。老公谁呀？我啊，阿金，你老婆。我上次看见给他托，帮我们找个小孩子，他说他，我那个找到了，我那个老舅那边的亲戚生的。好可爱，白白胖胖的。谢谢你哦，他今天晚上再喝2杯，喝2杯就算了。不过这样啊。 他生了10多个啊，这一个剖腹产，经济条件不允许，所以才给你们抱养的。生了十几个啊？是啊，都是。那我们就拿几千块。等等，感谢感谢他吧，加乐不是几千块，你都没诚意的。他这一胎11胎是剖腹产，那你直说。健康的。就说了，你听我说先，他说他要给点营养费，他还在住院呢，给个。 9万块吧？9万那么多？9万，我就想到是你如果报给那个刘大炮，他愿意给11万呐、啊，开始他说。健不健康的？非常健康，那个证11点送给你，健康证。来路证明吧。肯定的，来路的那个的那个的。那老婆，我们也要找个男孩子，气相我，你看结婚几年了。 没得生，你说现在就是了，要么没得生，要么一生生一窝。那我先给他拿营养费，我去交代清楚作为事先。哎，也怪我肚子不争气呀。还有，别人就像母猪命，猛地生。哎，记住，一年内少抱出去，知道吗？还不能抱出去呀。哎呀，那是风啊！你看这个秋风刮了，听到没有？那有了风寒感染风寒，那个小孩子很麻烦的。那好吧，那好吧。 老婆，你的钱藏哪里去呀？要干黄片呐。难怪找不着了，找不到。这个多少？就是你说那个数啊。那行了行了，我就拿给他先啊。你一定要交到人家手上哦。交的交的。还有买奶粉、买尿布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那你抱去，我去买奶粉。我买吧。我搞定先啊。我比你细心一点。你男的懂马生，我要挑最好的。哎，好可爱，来。 爸爸，帮我拿。用不用？我要把带了。那我去买奶粉。买奶粉，还有尿片呢。好了，关好门啊。好。表哥家，我表哥也卖光，叫表哥帮找找。表哥，表哥，表妹，你怎么哭哭啼啼的？哎呀，有什么事你就说。 哭什么？我儿子那个小林被人家抱走了。当初半夜我去那个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怎么回事？那天进去说吧。进来吧，别哭了啊！等下表哥帮你找啊，找人找啊。先坐着先，说说怎么回事。我那天。 带我儿子去玩，有一个老奶奶问路，
难怪他一直把我手往前面，我小孩子推在后面，后面问完路，我转过头来，小林就不见了。会不会那个老太婆故意问路？他们有同传统？肯定是，我想着肯定是。哎呀，听说我老公知道就跟我离婚了。那个王八大林跟你离婚了？做个死王八蛋，不要脸！哎呀，我这小孩又不是你本意。那个是老婆，怎么小孩子哭你？怎么喂喂奶粉啊？你们不是没得生吗？怎么有小孩子哭？就是刚才你看你奶粉喝完了。前段时间啊，怎么有小孩？前段时间我认识一个打牌那个队友。干嘛你？这小孩这个宝贝，这小孩是我的，这小孩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不小心你连累了小孩。我表妹刚刚。说不见的小孩，可能他是失心疯的。那你看，宝贝，我把小孩放进冷静一点。你听我说，表哥，你听我说，小孩子病，我是不是有三个字？你是不是都看了？我脚底那里是不是也有一个黑的朱砂痣？我哪里看到？老婆，他的帽子那里刻了小林的，你自己看看，是我亲手刻上去的。哎呦，真的是小林啊！这是我的小林啊，还给我，把我的小林还给我。真的是他的吗？应该就是他的了，给两块吧。你把我小林还给我。他老公，你别激动。他老公也跟他离婚了，他小孩呢就是他的命了。别激动，吓到小孩。那个老林也不是个人。哎呀，不见了小孩就跟你离婚了，真的是，下次我见到他我要打他一顿。看来我就不好。看来那个范总经是骗我的。老婆娘家那边生多的，肯定是骗的，还花了几万块钱。啊，我那个钱怎么办呢？你赶紧去派出所报警，去，快点。好的，打电话。我联系那个办公室那个酒楼，他说帮我找亲戚。但是你怎么认识他的？喝酒。打电话，赶紧打电话，快点。喂。你下次房间。你先打电话。喂，办公室啊，我是张洛。哎，你把那个小孩子给我啊。我那个表妹她说她也要找一个，她在哪里？哦，是，哪里都可以，你就在我们村那个鱼塘钓鱼啊，那你马上过来，你晚上你见到我表妹，你跟她详细谈谈啊。我骗她了，那我躲起来先，你先把小孩放到床上面睡觉。好，做个死半桶金，既然想偷我表妹的小孩卖给我，还说是生多的，领养的。真的是，表妹，出来呗。来了，我先躲起来。进来呗。躲起来。不用躲了。哎，佳乐，你还想要几个？哎，我表妹。我不认识他。我表妹要。你认识我吗？你老老实说，我那小孩是哪里来的？哎，我那小孩是，我表哥说是你卖给他的，但是我。他是抱来领养。我不认识他。我小孩掌握在你手上，是啊，不认识归你不认识，你说不说？小孩是我怕。哎呀，张乐，原来你搞个红门夜男，不是要小孩吗？搞什么？那个老奶奶是你什么人？说，跟你说，我表嫂已经去报警了，还报警啊？是啊，你不说你也逃不了，就是你在这里不说，你去派出所你也得说。我说你放了我可以吗？你先说。那个，难道那个阿伯那个床帮啊？哎，阿伯没有专帮，你抱个小孩是我表妹的专帮了，是你表妹啊？那小孩是我儿子小林。小林，他那个老林都给他离婚了，你害得人家。哎呀，这这样的话，那我知道错了。我既然你小孩找到了，你就别问这么多了。我问这么多，你干过多少事？你丧尽天良，你这个人贩子。我说了，你放了我，我只干个。不够，好像不够七八字，十字不够，够七八字，只有七八字。假的，你手有没有捅我？捅我？我没有，只有我跟那个阿伯。我们不要跟他废话，我们直接把他拉去派出所，拉到区公所那里等派出所过来。好，我说了，我干了七八次，我有钱，我有钱了，谁要你收钱啊？我有200万。你看。假的，这种人贩子，我以为你好心，跟我你知不知道要领养的小孩不见了，我是怎么过的？害得我扎破人吗？你人贩子不是人，我给赵补偿你，你不要放了我，我补偿。谁要你的臭钱？赵，那他老公都没有了，放了我啊。